天天脱模，你咋就那么爱脱模？有本事你给提拉米苏脱模啊，脱不成功我就取关你。不是你这完全不给我选择的余地啊。那能咋整？自己的粉丝自己宠，提拉米苏准备好了。这款提拉米苏老划算了，这么大一盒直接让你实现提拉米苏自由。平时咱们去外面买提拉米苏就这么一小条就得18了，他家这个提拉米苏39.9块到手这么大一盒，并且现在这个链接去拍的买一盒再给你一盒，39.9到手两盒，真的超级划算。而且他这个配料表比你蛋糕店买的还要干净，他是配料表淡奶油、奶油干酪、黄油、纯可可的哈，配料表特别干净。哇，咱们用一根牙签给这个提拉米苏脱模哈，但是他这个提拉米苏特别软特别嫩，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哈。它这个特别软特别厚，哇好嫩啊，嗯好好吃啊，这种配料表好的真的非常好吃。咱们给它这么划一圈，来看一下能不能脱模成功哈。啊，妈呀，不会要失败吧。这样咱们把它边上吃掉一圈，看看能不能脱模下来。这种方法只有你能想得出来，真的好嫩好软好好吃啊。咱们加快速度解决一圈好脱模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挑战成功呢。用料好的甜品它放到嘴巴里抿两下它直接就化开了，特别的嫩，嗯真的很好吃，而且它也不是很甜的那种。现在咱们看看能不能脱模成功。千万要成功啊老铁。哦，哇成功了，哇切开给你们看一下。哇你们看它这个真的是很厚一块。这款提拉米苏爱吃甜品的真的可以试一下。